随便。我是机密周，这是计划周密者。我感觉我应该是计划周密者吧，因为我旅游的时候总会想一些很好玩的东西，然后就把时间排满了，就非常的有趣。对，随性出游者。随性出游者。三米。三十厘米。三米吧，长个大高个儿，打篮球也方便。算了，不欢迎。要不就三十厘米吧。对，当一个小人，自由自在的。三米。其实我想三厘米，但是我选三米吧。去吃火锅。去吃火锅。我可以一个人去吃火锅吧，因为我感觉我不大适合去游乐园，因为我每样项目我都怕。去游乐园，因为项目我都干完。去游乐园呢？我想当哥哥，因为我能欺负弟弟。我想当弟弟。我想当弟弟，因为我是独生子的嘛，然后想当一下弟弟，被感受一下被照顾的感觉。当哥哥。我想当哥哥，而且是大哥。我带五分钟能力。回到五分钟前的能力，我选回到五分钟前的能力，因为你前面假如把事情搞砸了后，你可以回到五分钟前，然后把这件事情给抹掉。对，所以就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就是不出太大的差错。两个其实差不多，但我选回到五分钟后。回到五分钟前吧。冬天穿的衣服，我错了，那是夏天的衣服。感觉智商有点太高了，这个就夏天穿冬天的衣服吧。我就冬天穿夏天的衣服吧，夏天穿冬天的衣服实在遭不住了。冬天穿夏天的衣服。冬天穿夏天的衣服，因为本来就容易出汗，夏天再穿冬天的衣服，我就要。两个字不可以没有。一年没有娱乐活动。我选。没有陪伴，我选择。哎，其实这两个我都感觉有点缺一不可，但是如果让我做个选择的话，还是选择一年没有娱乐活动嘛。对，因为朋友还是很重要的。一年没有娱乐活动。一年没有娱乐活动。在满月的电梯里唱歌。我选择在满月的电梯里唱歌。我选择在人很多的地方跳舞，因为如果在满月的电梯里唱歌的话，如果你唱错了，那么就非常明显。但跳舞的话，是你自己编的舞，是你自己跳的舞，你跳错一个动作，没人知道。在很多人的地方跳舞，跳舞。我最爱穿的衣服是坏了。哎，对，最爱穿的衣服被撕坏了。选择最爱穿的衣服被撕坏了吧，
因为新买的衣服就是你不知道它穿起来合不合适，就舒不舒服，你要穿久了你才知道舒不舒服。但最爱穿的衣服就是你已经穿了很久了就非常喜欢穿的，被撕坏了的话那就不行了，所以我选了新买的衣服被撕坏了。我刚好像选错了，最爱穿的衣服被撕坏。这个问题很简单，都是最爱穿的，肯定不想看到它被撕坏。能做到最想做的事情的衣服，可以避开最糟糕痛苦事情的机会，可以避开最糟糕痛苦事情的机会，避开痛苦。可以避开最糟糕痛苦事情的机会。苦瓜汁，绝对选柠檬汁。这两个东西都有点，就选苦瓜汁吧，因为柠檬汁太酸了，喝了过我牙齿会一直酸的，但是苦瓜汁喝了就好。柠檬汁，我觉得柠檬汁挺好喝的。